大焦块，进度直接就是可以直接做鸽子蛋的东西，进度杠位都有，进度杠位啊，种相当到位。这个料子它可以说是种水里面的一个天花板啊。Hello， 各位室友大家好，我是小杨啊。赵叔的新店的话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咱们的话现在过去看一看啊，给他也啊来一波祝福。带了点我们折翼珠宝的茶叶啊。对，这个的话是因为有那个朋友他在榜大那一边是专门有做这个茶叶的啊，所以的话你说送啥咱也不知道，就弄了一个啊咱们有印公司 logo 的一个茶叶红茶给赵叔啊尝一尝喝一下。哎，赵叔，来，这个那个是我那个啊公司自己的一个茶叶红茶，走，咱们先进来吧，这个有点刺眼。那个拿给你过来尝一下，就也祝贺你，看你这个现在，哎呦，真是弄得好嘞！你看那么多保险柜，全部都是料子啊。这通过半个多月时间，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已经全部理顺了吧？不啊，好，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对，差不多了，正常了。我看你这个规模也蛮大的，1、2、3、4、5、6、7个保险柜。嗯，那里边还有，里边还有，管理员里边还有。那你就是，啊，其实我这次来就是主要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事情，张叔，就是你上次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吧，我去了，然后他的货我也看了，真的是特别好。以后因为现在你看整个市场上像这样的资源的话很少，然后还是需要您这样的前辈多给我指指路。你这个事儿吧，太感谢了。通过上一次公谈，你给我帮忙，我也看了，就是给你这次介绍那个朋友，为什么那个？现在我也认识好多这个晚辈年轻人，你呢？我看了看你这个比较厚道，干是个正儿八经干事的，所以说我再给你介绍。那谢谢。这事儿讲了以后，咱们互相帮忙。好，那现在就是这边店的话已经全部弄好，你就是在这边白天都在这里了，是吧？弄好了，基本那边上一次你给我帮忙帮的比较及时，我那边处理的挺快。这个他们等着用地方，我那就是快马加鞭，就是搬过来了，全都弄好了。意思就是你已经那边的话就是不跟他们继续合作了，不合作了，你单独现在自己是到这里来弄。对，基本上全都搬过来了。这样也好，其实你看像做工盘的话，其实真的是挺费人的，我觉得你要很猛的资源，然后你还要有很广的一个人脉，对不对？而且还得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去做好这个事情，其实是上岁数操不了那心了。算了，咱享享福是吧？将来以后有可以用的料子，你只管说去。行，我那个我看吧，看看你给你看过。哎，赵叔，我看您这边的话都是明码标价是吧？对啊，我下一步就以这个形式。那就是一口价都不说的，就是一口价。对，来一看明码标价，到时候这样也好哈。相中合适的你就买吧，你就买。就其实这样也好，就是咱们一群同行进来的话，你就可以看一下，反正价格也贴在那儿了啊。你觉得合适，你就跟老板买啊；不合适，那就算了，对不对？来，我看看这个料子，你看这边的话还有一点点底色啊，然后这个料子才9000，其实性价比的话是蛮高的。我看像这里的话是千数的料子会多一些哈。像那个比较高档的，全在那个什么，在保险柜。好东西都得锁起来，对吧？啊，底下稍微灰了一点点，但是它啊，满肉嘛，窗那么大，5000块钱，啊。它是保险柜。妈呀，全是货，满满当当的。开窗的也有，全堵也有。真多，哎呦，这边还有很猛的一些。完了以后用你只管过来拿一些，行了。走走走，好的，过来喝点水，喝点水。好。那改天我再来好好欣赏一下，这得花个1天2天的时间啊，料子太多，不然看不完。叫你还跑来给我带上礼物答谢我。来哇塞 ，OK， 谢谢。不客气。那个赵叔，就那个我，就是上次工棚那一块，就是很猛的那个镇店之宝那一块料子还在不在？我想看看那一块料子。我那个料子还在，那个料子我带过来了。那我看一下呗，我现在看看，刚刚看保险柜没看到。那行，我带你到那个 VIP 屋里看，这边人多。理解。一会儿来人出来。因为像这样子的高货的话，我刚看了一下，也没在保险柜里啊。然后的话，赵叔也说了，咱们的话到 VIP 房间去看，因为可能他这里随时有人进来，像这样的料子的话，
进来个人就看到是不太好的。高货的话就是你认为相对于就是有实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买家啊，卖家的话才愿意给你看，这个是行业内的一个规矩啊。来来来，坐啊，对，因为我跟赵叔咱们也比较熟嘛，其实的话他也知道啊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不存在验资，不然换别人的话可能要验你的资，知道吧？关键是怎么的，做买卖就是看人，一看你吧靠谱，咱们这个合作就怎么合作都可以，是不是？行，来咱们的话看一下料子啊，来来来，说喊人抬过来了。这个料子上次你看这个。来，这个能把它倒出来吗，赵总？能啊，可以。来，注意啊。好嘞。这个女孩子别。哎呦。来鉴定一下，没关系，这个重啊。OK，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块料子，这块的话是一个木纳的一个料子啊。来，你们看得到，像这些肉质发黑的一个地方，其实啊，就是它擦了一些，但是也是它的一个脱砂面。整个料子的话，皮壳的话，你看这些地方全部都是起包浆的，而且这个是木纳的一个正常口的一个老料子。它不是新厂的那种，其实大家看从这里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料子你怎么去摸它啊，一点渣都不掉，看到没有，任何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来，这个料子的话带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纯度跟净度，看到没有，哇，大胶块。这个料子叫老棉，光给我擦窗就擦了好长时间。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光的话它直接到这个里面一直都是有的，往里窜的。其实这个料子的话它很有想象的一个空间，像这一包的话它是它的一个脱砂面啊，而且整一个料子那么大，你说它这一包如果说进来到那么深啊，那么深进来那么多，那这个料子的话就不得了。净度没问题啊，净度直接就是可以直接做鸽子蛋的东西，净度杠位都有，净度杠位啊，种相当到位。这个料子它可以说是种水里面的一个天花板啊，而且它是带那一种绿色的一个底色的，就是你真的给它，如果说到时候给它抛成鸽子蛋的话，它是有底色的，比白冰的那一种的话要更顶，知道吗？来，你们听一下这一个过灯的一个声音，哇，听到了吗？这个种的话，真的是一个相当到位，这个干味很足啊。嗯，赵叔，这个料子的话，那咱们谈一下吧。我可以，这行，那你料子摆着吧，咱们坐着谈，好吧？来，过来坐。对，直接坐着谈啊，可以。因为料子的话，当时我已经看得蛮清楚的。这个料子的话，赵叔看几遍都是特别喜欢啊。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我就想要跟你去谈的，但是的话，那个时候有眼力，那个时候刚好手头有点紧。你看一下这个料子的话，多少有机会？这个料子啊，你说我看一下，我觉得我能够得着不？这个我弄过来之后呢，就是通过找这个行业内的人给我好好的擦出来，最后呢，这个料子确实擦涨了。嗯，对。这个料子呢，当时成本也不低，说实在的。嗯，因为脱砂料嘛，对。怎么也得过八位吧？过八位是吧？过八位我记得。你看，到时候你看我就是知道肯定是你自己擦涨的，所以我就想着这个料子我肯定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是到时候你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了嘛，对不对？这样子吧，这个过八位数的话我觉得有点高，然后小杨对不对，我拿过去也要有空间，不然的话这个料子这个价格不低，我压那么多的话，那是不是你也知道，到时候咱们都是做这一行的。就这样，一拍了，可以，咱们爽快啊，咱们拿下。我就考虑到就是这好，工盘你给我出那么大力，是不是？这个咱就把它定。没有，赵叔，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你，以后还得让你这些前辈给我多指指路啊。来，再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料子啊，咱们已经谈下来了，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夸了，哈哈。我看看你怎么夸。来。这个的话，来，我帮你，给他拎一下。来，你们好好看一下这一包它的一个净度啊，真的是一点点棉都没有啊！你记不记得上一次那个神工奖的那一块牌子，天空蓝的那一块？哦，那一块啊，你们可以拿那个图片去对比一下。而且这个的话，它是没有进行抛光，它还有皮革裹包裹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颜色，就那么顶了，你知道吧？它那个你做成成品，再把它的一个色跟它的一个种水放出来，你看。
这样子我没打灯的时候是不是黑漆漆的？哇塞，好顶好顶，太美了。去对比一下哈，完全没有任何纹裂。这个厚度的话大概有一个4-5公分这个样子，这里直接取大牌子，你看这边啊，但是这里的话其实它都是完全可以取鸽子蛋的那种品质的啊。你看这个进度，你们看它的一个进度，里面真的是一点点棉都没有，完完全全画好了，看到了吧？哇，太顶了，可以。来，这料子的话，啊，你俩的话先别记录了，赶紧帮我抬到车上去。我这边的话跟赵叔要个账户，先把钱打了。你这个拿过去，这个价格不是，我就是算是少赚点，我也感觉值。交了你们这么一个小朋友，是不是？好，谢谢赵叔。不客气。你们俩的话就先记录到这里吧。来，咱们的话，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喜欢杨老师，看完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啊！爱你们。